是什么意思？ No shit, no paper. This is our land, please respect. 那什么意思啊？你解释一下。不能拉屎，不能擦屁股。还没看到瀑布已经有水汽往脸上溅了，是不是很神奇？我现在都是镜头我都怕会沾上水了。哇，你看，这就是欧洲最大的瀑布 Daddy Falls。然后我们看到，你看这边有一小道彩虹，这边是主要的一个大彩虹，形成了一个1.1彩虹吧。普罗米修斯电影开头的取景地就在这里。哇，他那个外星人就应该在那边的岸上，那个外星人呢、啊、然后就从那边掉下去，那一步就是在对岸拍的。普罗米修斯里面那个 engineer 就是从对岸里面掉到那个河里，哦，那个位置，然后掉到河里，然后就灰飞烟灭。那水汽撞击在这边的岩石，然后水汽从这边往山上吹，我们当时迎面而来的水汽就是这么来的，好神奇吧。
在身后就是一个火山坑，看到没有？身后这里就是一个火山坑，然后这边其实就是闽湖这一片的，然后你看到前面就是一连串的火山坑，前面这里呢就形成那个湖中湖，看到。午夜阳光，10点半的阳光洒在这山坡上的感觉，太神仙了。这确实是午夜阳光。我，别说那边要收费了，这边要收费，太阳还看得见太阳。海鸟，是啊，好壮观。远处那应该都是这一类海鸟。海燕吗？这里晒的是些什么东西？看得出来吗？真的有点像异形哎，这个东西。这个羊在海边也很搞笑啊。待会儿再来看看，我现在都顾不上了。不是你，他们在这边啃海草，你看，咔嚓咔嚓的啃的，看到没有？你看到海豹没有？看那个海豹是不是翻着肚皮在那晒太阳？好多海豹翻着肚皮在那晒太阳，太搞笑了！长脚海，好、啊，喂，绝对不能开窗！妈呀，这些你看，怎么刚才那些羊这么怕人？这些黑羊，你看他那脸，妈呀，哎呦，太搞笑了！前后还没车，看一会儿有车来了赶紧走。太搞笑了，他那个脸，你看他。全过来了，哎，好好玩呢、哦。是啊，不知道他给不给。哎，这个可以，你要不要摸一下？很可爱。前面就是冰岛最大的热泉，哇，对啊，你看，哇，这个喷的好爽啊，我好想拿个鸡蛋下去煮，哇。该起来了，有车车哟，起床吧，我翻过来吧，Thank you.
对，这个就是那个什么辛格维勒国家公园里面的那个大裂谷，对冰岛来说是个大裂谷。前面是不是好深呢？我看一下，千万不要踩到这些植被。来来来，我拉你回来。你的位高还挺厉害的，我看一下。